50公分的社长来拜新年。10月30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中山站7:36所拍摄的是图单机。看淡水的西城八型505506编组。我刚刚那形容刚的是九月后，太阳淡水，在中山淡水里。我说这人生太小，是吧？我搭顺风车，现在在双连。双连站到了，开启车门。知道，这等级看淡水的西城八型505506编组，和高粱系统杠杆为19号。在双连站关闭城门，准备驶离。晚上九点内才进站。103次哦，和西城八型在双连站驶离。然后在我左边是开往象山，土象山。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